后面是什么？早教，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海边，好开心，每天都好开心。哇，台湾人好重视我，哇，他们都帮我把环境弄得好好哦。突然有一天，换了民进党执政，然后蔡总统跑去跟早教讲说：“哎，我前几年斗鸡眼看你说永存早教那个其实是屁话啊，你不要讲太多。但你放心，你们家有十个人，我不会全杀，我杀一个。”啊，只剩十分之一，我杀一个就好，另外九个活着，我杀一个，这样好不好？可以吗？各位，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讲，我本来是要这个把你抄家灭族啦，现在看你很可怜，然后我被骂了，算了，那我就留九个，我杀一个啊，你们哪一个站出来让我杀？你要吗？啊，这就是民进党的逻辑，我没有，我只杀一个，我没有杀十个，我杀一个。各位，杀十个杀一个，罪是一样的，罪是一样的，我管你剩下几分之几公顷。什么什么十公顷命啊，就随便，你杀一个就是有罪，早教也是一条生命，请尊重他的选择权，好吗？早教说我不要，好，来，到底谁杀了早教？民进党蔡英文，但我告诉你了，小英可能只是帮凶啊，真正的凶手在这里啊。今天正常发挥，我会把所有过去发生的新闻全部兜起来让你看，你也许有印象，但你绝对无法连接，我可以。好，来独家追击，主谋竟然是美国爸爸，蔡总统无辜了啊！狼不是我台，我一共哎啊，然后今天后面又谈到韩国瑜啊，这段设计对白了啊，真相要大白了啊啊，有没有啊？这韩市长好像也是我们的观众，有没有坐等啊？这是笑看民进党的马脚露出来啊！当然后面也要讲完他，因为他现在也被黑了啊，昨天那个影片一出来，立马被黑，人家也没有要干嘛。黑成这样，是不是啊？意淫，不要这样啊！来，我们一开始哈，你如果讲啥啊？没啦，起码你刚刚说谁不要这样？共早教，哎呀，哦，吓我一跳，怎么了？哦，你是邱意淫，邱意淫，好，意淫委员，意淫是李永德叫的，他们弟弟是两港叫。哦，对不起，你有没有跟他分出房间？没有啊，我也是叫定宇啊。我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也没有骄傲啊，也许他们讨厌我，但我不会讨厌他们了哈。这个我还是说定宇委员，然后应莹委员，像这个比如说智恩姐来有没有？以前我也叫智恩委员啊，对不对？比如说王玉敏来，我也叫玉敏主委啊，玉敏姐啊，啊，这是一个自以为跟他很熟、装熟的一个称呼方式啦。啊，就大家也叫我佑正啊，我想说佑正跟你很熟吗？啊，没有啦，观众朋友，对，你们可以叫我佑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来，我要先交给世修专业，我们留在后面，先请回我。我都要听你讲意淫，不要我好故意让踢给我陪，都是佑正害的。你踢什么给我陪？你讲啊，刚才伊跟你就好，你蛮好的。没啦没啦，佑正他今天切这个角度，刚好跟美国的记者这个新书的这个爆料哈，这个就是这个相互回应。这是美国的这个一个记者，他写一本新书，他说2016年蔡总统跟川普通电话是我们花钱买的，我们花钱拜托薛瑞福哈，这个我们外交部，哎呀，我辉文哥真是会连接，太棒了，外交部光不评论了，这个就不对了，你应该去告那个美国记者乱讲什么我们花钱，这个是这个薛瑞福他去年来的时候在总统府，蔡总统接见他，好，两个很开心，好，所以这个可以花钱买。那刚刚佑正破题那个可不可以花钱？一样可以花钱啊！美国连特色都可以花钱买，有什么不能买的？好，这种买卖其实我们都是这个都是吃亏的哈。那当然这个世修是专家了哈。我在这边我跟大家报告哈，因为蔡总统的任期大家知道到2024、2025是他飞核家园的支票，好，所以蔡总统在飞核家园时间之间他就下台了。好，那2025飞核家园会不会成功？你不要问我，你问我旁边那个，我跟你讲是一定失败的。电价不涨，然后还能做到飞核家园，怎么可能呢、啊？所以大家唔好去民办啊，去看去背崩。这因为又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早教公投那个联署已经这个破那个门槛，所以8月28会有四个公投，一个是莱猪公投，一个是还我公投，一个是世修推的这个重启核四公投，还有早教公投，有四大公投。唔好去有民进党喷，因为你知影蔡总统吼，伊厉害受在是你家。昨天礼拜三是这个民进党中常会，又是你跑过民进党总统府吼，昨天开放采访啊，你看到那进去拍，
哎、欸，幻影拍，这都来拍。我要你听，我要你播出。但是该来的中常委跟发言人没来，可惜可惜哈、啊。这个王定宇中常委跟严发言人，哎、哦、呦，某、欸、来、哎、其实我跟你讲，大家进去不是要拍蔡总讲话了，是想看哎，一、欸、无来不？某、啊、来，某来。好、啊，那顺便拍一下他讲话，顺便拍一下。不、欸，我刚刚蔡总统在就给声呢，他要你，他要给你看的，也给你听的时候就开放采访，他不敢给你看的时候他就门关起来。你看蔡总统昨天讲什么哈？一共哈，大家不要。相互攻击，好，所以像邮政刚刚那么凶，相互攻击就不对了。我没有啊，可是我请问大家哈，所谓的相互攻击，潘老师被攻击，这个没话讲吧？好，被王浩宇不是王定宇哦，给攻击，哎，你经手钱怎么的，挑杠杆人破塞杠杆哇哦哈。那我请问大家哈，潘老师攻击谁的？这些联署早教的志工朋友，他们攻击谁的？他们一路被攻击啊。蔡丁贵攻击谁的？蔡丁贵现在变成中共同路人了。我那徐光蔡丁贵，他以前是台教会、台湾教授协会，是绿的不得了，绿到出资的，比你那个后面四位捧还要绿的。一蔡丁贵会是中共同路人，你搞怕喜欢我不还行啊？因为我跟蔡教授与的大家意见同台前，他怎么可能会是中共同路人啊？啊，你敢让东破赛？好，所以我问你，潘老师，潘老师根本没有跟，所以你回来看蔡总统，就说，哎，大家不要相互攻击。你看这三篇，这个就我讲，又这我敢讲哈。这个就是蔡莱尔啊 ，liar， yeah， liar， you are right， 就蔡莱尔。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佑正刚刚那个照片我已经调出来了，地方。对，斗鸡眼，其实蛮可爱的啦。谢谢你哈、哦，不要骂我，不要骂我。2013年那时候，蔡主席他写“早教永存、啊”我用这句话讲他蔡莱尔，我一点都不怕他被告、啊、他就是一个蔡莱尔啊。我一准跟你讲的时阵，我2013我是在野党党主席的时候，我就跟你签“早教永存”啊。当我现在当总统了。待会佑正跟他讲，跟大家讲说他踢爆那个资料，说、欸、他为什么现在非得通过这个三阶不可？对，吴香蜜，你听一公里就了解了。佑正，赶快，不要急，破案。你有看过那种推理电影？一开始就跟你讲说，吼，凶手就是他，然后慢慢跟你讲我怎么找到凶手的吧？没有，办案需要个过程，我很享受。其实蛮累的，我在挖掘资料的过程，我希望他跟我一样。听佑正慢慢告诉你，你才会期待，好吗？好，来，刚刚我呼应一下霍文哥哈，我们昨天就讲这个，我们昨天就讲说，飞核家园2025再生能源20%，好，观众朋友应该有印象，我跟大家这个复习一下，马英九交给蔡英文的时候，好，2016年4.8%，那4.8%跟2020的20%差多少？差15%，15.2%嘛。那照理来说，现在到2020年啊，应该差不多一半啦、啊，对不对？因为十年嘛，啊，2016到2025嘛，差不多十年嘛，5年差不多一半啦。好，那根据经济部定出来，哼，2020我们的目标是再生能源9.3%呐、啊，哎，好像也合理，9.3%也不会太少、啊、结果昨天资料一查，啊，2020年我们的再生能源5.4%。从2016好努力，好努力哦！总统一直去太阳能厂，一直去，然后厂商招标，然后不断的这个让国外厂商来台湾赚钱，然后盖那些一根一根让候鸟会撞到死掉的那些东西啊。结果我们努力了快五年的时间，4年的时间啊，多了0.6%。啊，换句话说啊，数学好一点哈，用20减掉5.4%啊，还有14.6%啦啊，剩5单，我就大大看。啊，对蔡总来说没差、啊，我2024就卸任了，那就对了嘛。啊，那2025谁接任？关我什么事？是国民党接任的，飞核家园不存在，是民进党接任的啊。那塞葵给他扛，就是这样。我说 go pen 好，然后昨天也给大家看那个蔡总统跟王美花两个人不是在那个什么场合里面，然后王美花都出来跟大家讲说，哎呀，总统说他是这个什么最重视再生能源的总统，对，然后。总统出来，他说：“啊，总统，你刚刚是不是讲？”他说：“啊，这不用我说，多说，众所皆知。对，众所皆知。好，悉尼0.6%，你真是重视再生能源的总统。”